在云南有一种十分奇特的怪鱼，就算离开水面一整夜还能活蹦乱跳。你看我们这个鱼多神奇，会走路啊。山西人餐餐离不开的传统小吃，一碗一块钱现点现做的碗团，做成泡面，不用热水冲泡也能吃，感觉到醋的酸爽，这个东西做得非常好的。江苏有位裁缝师只帮蟾蜍缝衣服，利用独特的缝纫技巧，将破碎的蟾衣在水中拼凑起来，卖出一公斤10000元人民币的高价。未来娱乐台，前进人民币。